家好哈。那我们台湾高铁呢，是西部干线最主要的交通运具啦。那我们倡导的就是低碳跟环保，然后我们的理念呢就是永续运输。所以呢，这次作者呢就是搭配台湾四个最著名的花卉，然后再加上列车组员，然后伴随着我们的旅客呢一起搭高铁游台湾，充满着幸福甜蜜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请艺术跟粉红兔兔跟大家挥挥手。演员登场，有请我们的驾驶、列车长，还有我们的服勤员。看一下，我们来再来进行我们第一部分的拍照。来，我们的 B 柱跟粉红柱，我们再来挥一下手，回馈一点。惊喜的彩绘列车，还有主题房，还有深度旅游，还有美食飨宴哦。来，我们来看向前方的镜头，前方的镜头。
哎。自然的拿在手上就好了，对，自然的拿在手上就好了，拿着就好了。麦后推一点，麦后推一点会传，麦后推只会传，麦克风后推一点，麦克风后推一点传好 ，OK， 好，OK， 好 ，OK， 好，来。杯子图案有几种？就
一种对，哦，就一种，嗯，就是你在车上买咖啡、红茶。哦，商务，我不确定商务跟这边是一样的吗？一样的。所以只有这一台这一列彩绘的有，嗯，就跟以前好像也有类似的，卡纳赫拉，卡纳赫拉的，对，这是一样的。哪一个？这个吗？会被公布班次啊？对，这一列的运用，就跟在十一列车，它会在它的之前是在官网哦，新闻网站都会查得到这班。就今天跑哪个班次？对，除非临时变更。三天，一次公布三天。对。